T90A 升降功能使用操作注意事项。首先要选择自动升降，下降将料桶放下时特别注意，必须将料桶扳手解开。料桶扳手总共有四个位置，解开料桶扳手后方能选择自动升降下降功能。选择自动升降下降功能按住之后，我们可将料桶下降至定位。将料桶下降定位时，需将车料桶车放置定位。注意事项二：将料桶放置定位前，首先将配件取下，将料桶放置定位时，即可应用料桶车。将料桶取下 T90A 瑞辉食品原料餐饮设备，介绍人吴志远，0921378592，2011，做简介。